为期两个月休假，真侪学生拢会希望好好放轻松一下，规划佚佗的行程。不过，新国国小国语文比赛团队，逐天到学校来报道，希望透过训练，伫开学了后的比赛得到好成绩。每年举办的国语文比赛包括真侪项目，比如书法、作文、朗读、刻意朗读等等。新国国小国语文比赛团队，就算讲休假，嘛无休困。学生逐天到学校来练习。说过今年都袂讲，按平常的东西，用板草都按香，按油米线哦。也就是学家人料理食品的本店，每些客家美食的推表菜。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开学之后九月就会有一个国语文竞赛，对，然后呢像我是主要是指导我们作文，然后还有朗读的部分。那其实小朋友他们也都很努力，就是在暑期的时候还愿意这样来训练。那当然我们每一位老师还有其他的指导老师也都是非常热心，对，然后就是在暑期的时候就是学生跟老师这样大家一起努力。那希望我们新谷今年会有好成绩。囡仔虽然牺牲佚佗的时间，但是拢真愿意。大家拢希望利用休假努力练习加准备，才会使伫个比赛时阵有搁较好的表现，为学校争取光荣。因为就是这个机会很难得，而且老师也说过国语文就是比较难。那如果有练习时间，我会尽量的练习，就是希望成绩可以好一点，那为学校争取荣誉。新国国小虽然学生人数无多，但是学校努力发掘每一个囡仔的能力，让学生会使多元学习，找到家己的兴趣佮自信，伫个无同方面来发挥。记者彭景凯、林锦如三重采访报道。